君王，这里有荣耀、欢迎大家来到奶茶的诗歌教学。今天奶茶要讲的是《这里有荣耀》这首诗歌，那是一首非常快的快歌，152，我们用了152的速度。OK， 好，那刚刚你们一定有看到奶茶用了很简单的 disco 伴奏。那因为我有去参考它原曲，它的确就咚咚咚，你也可以这样，你也可以这样，哈利路亚。那一开始它出来的时候就是非常都是属于偏低音的。那如果你是一个司琴，你是一个键盘手，如果你有贝斯手，那你就只要这样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你只要去按这个和弦就好，你不需要去按贝斯，然后贝斯手就会咚咚。就是说这种键盘手呢，你只按一个 chord， 你不是这样一二三四，这样反而听起来很吵，然后反而这会有一种震撼的感觉，属于低音，来自于低音的震撼。而譬如这样子哦，再说那你会发现，哎，它其实也有 chord 的，但是呢，它也有低音，而且低音很清楚。OK， 然后当反复回去再唱第二遍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加一点东西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这里有荣耀。好，你可以加一点，但是一定要加音阶 G， 像这首曲子它是 G key， 所以你一定要加在 G key 的音阶上。OK， 你要不管你要加任何的音，一定要加在 G key 的音阶上。哆瑞咪发嗦拉西哆 ，OK。然后呢，到副歌的地方呢，奶茶使用的就是长音伴奏。这些伴奏在奶茶的诗歌快歌伴奏技巧秘籍这本书里面，通通都有写到，非常好用的一个技巧哈。比如说，1 2 3，你是基础的幕后的，昔在今在永在的主。有附点的一个打法，那个节奏的打法，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子看还没办法学起来的话，我建议你可以买我的书，诗歌快歌伴奏技巧秘籍那本书，真的，因为里面全部都写如何去伴奏一首快歌，然后这个奶茶在里面称它为长音伴奏。如果你已经有买我的书的朋友，你就可以用长音伴奏来帮这里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变化。OK， 比如说那前后就会出来，那层次就会出来。但是奶茶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他最后呢，在副歌整个地方，唱完的时候，比如说“圣洁公义主明亮成心”，好，我们从“昔在”那个地方，“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君王”，你可以奶茶称这个叫做同步，跟歌词同步，然后可以强调，尤其在快歌里面，它是可以去强调它的力量的感觉。如果我还是一样打我的节奏，好，比如说二三，“圣洁公义主明亮成心”，昔在、今在。在的君王，你会觉得好像没有来到一个段落的感觉，然后力量也不够。我再示范一次哦，最后的这一个很特别不一样，它不是一种技巧，它只是跟歌词同步而已哦。比如说二三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成心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君王。那我是怎么做？你可以讲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君王，你可以这样同步。那你也可以。因为奶茶听到他音乐的地方在倒数第二小节的时候是这样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君王，他也可以这样子快速一二三四，棒，也可以是这样子，所以这地方你可以做一些切断的一种变化。
OK， 今天奶茶的诗歌教学就到这里咯，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有任何疑问的话，欢迎你们可以参考奶茶的诗歌快歌伴奏技巧秘籍这本书。好，奶茶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如果我的影片你很喜欢，觉得对你有帮助，请你不要忘记在奶茶的影片下面按个赞，然后呢也可以按订阅哦，欢迎大家分享我的影片，拜拜。你是起初的幕后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全心敬拜你大声欢呼。